一二，这个点儿要哪个曲子呢？我想想啊，三四纯伴奏那种啊，对，纯伴奏，就来一个那个什么吧，就那个、哦、还有五个啊，五个都不管了，五个就是个地谱。啊，声音不着急啊，我找一个鼓点叫做什么呢？以前有是个什么？以前有一个卖词儿那个鼓点叫啥来着？就那么那种慢半拍的八十速度在八十左右的那个什么，就是八十左右的那个。以前爱情不是毒药，我想想，爱情不是毒药，想起来，爱情不是毒药，不是，这有个这个鼓点应该是速度应该是够的。哦那个南的北站那个我的天空那个昨天我试了一下，是不是纯伴奏，它有歌词啊，我的天空是吧、要你还会玩我的天空，要再见我的爱那个吗，那个歌词和鼓点刚好合适，速度是吧，其实这个速度也可以，来我说他这孩子都啥玩意都没学过，但是他可以啊，我给你看这个点，你看够不够，三四一二三，这首歌吗？啊？不在古典上，它是那个叫啥来着？那我南征北战，我再墨迹，我跟他待会儿丢人了哦。这个是我的天空。我的天空，我的天空。我的天空。我的天哪！我的天哪，我的天空。纯伴奏啊，我的天气不好意思啊，我的天空，这孩子真的悟性挺高啊，伴奏南征北战开始，不管他写歌呢，写给交班的朋友，希望你们能够快乐生活，有时间吗一起出来吃个饭聊聊天，对吧，好了Let's go. One, two, three, go. 有这样一个男孩，出生在90年代，他平时有点憨，生活有就有自在。年少的他已经出门在外，已经分清谁好谁坏。是缘分让我们聚在了一起，这就是传说中我们的78。我们经常做一些搞笑的事，晚上睡觉嘴里还念着7182，我们这里最厉害的就是逛逛哥，还有一些江湖人称帅气大方的潇洒哥，白夜梦话在782你刷礼物，在782对马叔叔说我刷108组1314，下面就把英俊的球球再来抱一抱，他慷慨又大方，我说不爱都不行，没事就去找找镜子自恋一下，我自称无敌小可爱，其实也是最好的一些人爱的782，是大家辛苦的投资，各式各样的款式总有一款适合你，幽默搞笑的782都喜欢跟我们在一起，很多事我都不知道，我会虚心请教，语无伦次的782辛苦勤劳的管理，虽然我们不是最好，但是有你们的陪伴，非同凡响的782一直都是集体，我们都是兄弟，一直都很团结，说奇葩也奇葩，他的名字叫做冯小马，小马叔叔一直都很搞笑，谈他吃播唠嗑我们都很开心，这辈子最好的决定就是留在了7182，写这首歌的时候我非常的用功，写不好的话今晚的晚饭就没了，我感觉可就是前面就是搞了半天就是为最后，如果今天晚上没写好，今天晚上的晚饭就没了、yeah. 对，前面的所有的一切的是不是最后才是突出点啊，这会今晚加菜、不然你忽略呀，我的天哪，这实话说出来啊，对吧，人家还是不错的，挺有意思，你至少用心了，我跟你讲、哥哥们都还是挺那个什么的，挺开心的，你一来一言不合，你让光哥一言不合108主要声要是稍微有点过分了，虽然大哥不做梦嘛，对吧，不是，虽然大哥不差这点钱，这一口气来那么多呢，多多少少让其他的主播有点就是亮瞎了双眼，嫉妒我们，对吧，加菜加鸡腿啊，加鸡腿、
你没看到这两天我大哥都要马上要开始要回血了吗？真的到时候整尴尬了，麻烦了，这个加鸡腿，走了，没舔明白，啊，不过但是兄弟们还是挺开心的啊，不过还好啊，有这个心就够了啊，挺好，挺好。